水净啊，悲喜参半啊，太多了啦。别的看到了多少多少不调和，地大不调啊，那样的震撼人心，应声倒塌的房屋，人命丧亡的都是瞬间啊。火大不调的呢，火一片片的烧啊，像同样这也是一片地球上的大地，在美国加州处气比罗啦，真的很大，已经呢，不只是森林的火灾，慢慢波及到了民宅，受灾的人也不少，实际人呐、啊，所住的地方要到灾场去，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哟、哦，要说。规定还要呢，凭安全可接触的灾民，也赶快及时给他们。他们呢给的物资，都是用感恩、尊重、爱的互相拥抱的，让他们苦闷呐、啊，让他们的。心里的苦情，细心倾听辅导，所以这样的效果呢，博得了这灾民的肯定，他们得到了，那个感情比物资更浓厚。这也都很感动，这实在是、哦、要说清楚很难，因为呢太长的时间不断的付出，他们呢也是离很远，美国地大呀，地水火风呢都同样是这样的发生，而且一发不可收拾。葡萄牙去年的火灾也动员了几个国家慈济人呢去救灾，所以他们又安排了再回去给培养做物资，已经慢慢看出了有慈济的形象，我看得很安慰，人人本具有佛心，人人呢菩萨种子启发，他们不为己辛苦，大爱无私，这样的付出。还有墨西哥去年的9月19日天摇地动啊，毁灭性的大地震，美国的还有南美洲的快速的组织踏到这一块土地，就这样这一波的救灾能够化为去了解灾情，去带动当地画手比较拉近了那一份的虔诚的心，
所以要开始发放之前，善种子呢，有这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已经呢成就起来了。发放完了，再种子啊，来了解瓷器到底是什么器官，很用心投入。这十几位的，就是皈依了，发心离言，他们身体力行，回去了，和和复现。他们真的很用心。当然，我们去年的缘呐，美国慈济人还要再去，把这一群种子的精神，还要把它带动起来，再培训。所以顺这样再培训的，因为因周年了啦，我们再去做义诊。他们也正是呢，有联络处在那里。这就是在五十几个国家里呢，又多了这样的一个有慈济种子的。他们对苦难人呐、啊，实在是哈，我们真感恩呐、啊。这都是刚刚结束的那。还有看见了辽国省立医院，很多的病人都躺在地上，很感恩我们从泰国慈济人又把这一位救灾所剩的抚慰床再去发放，发放后比很多很多，看着很不忍心。总是呢，慈济的善种子啊，还是要往前走，遍地播种。这一次的营业，也看到了当地的企业家，也投入得很真诚，所以。也有善种子经营啊，人间菩萨，但愿普天之下，人人呢那一份心的贴，那一份的爱的伴，还有菲律宾，在七月底八月初。这段时间水灾呀、啊，应该医疗关起来。慈济人呢，送热水去做关怀。四大里里面五万多户呢，怎么办呐、啊？私信回来，以工代赈，自己清理家园。给钱让他们有生活有工作，清好自己的家园，一天800玛丽吉纳市的这一大群人，感恩哦，无放下我哦，也够真爱我哦，他可以呢一个人做两个人分，可以呢，一杯时间付出三杯出来，和人力吼的快速啦。四天的打扫呢，他们动用3000多人次哦，所以大家呢，假如都有那一份救人是自救，救人的东西是自己。我们平常付出一点点，可以做到了利益人情多多多，真的是菩萨
不管在哪一个国家，就地做，跨国做，回来收，无不都是感人的天下大事。感恩事真多，相信这几天来了，从八月底到九月初，这差不多是半个多月时间，十几个国家的大事，慈济人都尽心力的付出，真的是很感动。